来跑一下这个，好久没有跑这个 GP 了。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。因为刚刚是九个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次开 9.5， 看看这个状况。挡住了，挡住了！哦，哦，申宗明啊，那我怎么那么猛？一个，这样只有一个没到。赌盘时间三场一个轮回，好不好？然后投票时间一分钟，三场啊，这样开始。没差，反正这一场不是赌第一了，是赌未完成。我会完成也算啊，3.5 我觉得应该算仁慈了吧。来啊，一个，三场3.5，不是四场啊。哎，撞狗标，在撞我啊。封锁死内线，这一关关键。撞了也没关系啊，这一关很难不中。丑那也是没办法、啊，太久没跑这个图了。这一场几个？这样零，这样零啊，上天台啊！下一场至少要有三个没到。哇，这个图有机会，有机会吗？
有吧？这个图有机会啊。然后后面乱一点，有吗？有吗？现在看起来场上有四台车，恭喜蓝蓝方，好屌，好屌，好屌！说三个就三个，哎，太准了吧！好，我们恭喜。能完成赛况预测，点数能换啥？好像换一些比较醒目的讯息之类的。哎呦，飞起来！这把也有点细，说老实话，好像气太多了。好像气机太多了。好，这把看起来没什么机会。零，选到。